淡黄色的杏仁果干，另一块是偏橙色的芒果干，两者的差别是用不同熟度、不同品种的芒果制成。杏仁果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土芒果，树上没有完熟的。那个艾文，它是属于在树上完熟的。有一名住在台南卖杏仁果干的业者颇文抱怨，客人自己搞不清楚杏仁果干就是用芒果做成的，还跟他求偿。是尝试啊，天天在买芒果青啊，知识有待加强。业者公布事情经过，当时客人买了一包芭乐干跟一包杏仁果干，结果吃了杏仁果干却过敏急诊。客人事后表示，医生说他食物过敏，跟店家求偿医药费跟退钱。业者也回应说，杏仁果干就是芒果做成的，包装上面都有清楚的标示。对方竟然回答，没人说杏仁果就是芒果，如果知道是芒果的话，当初就不会买，让他超级无奈。这部分我有跟保险，然后也有跟就是公司讨论过，就是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产品出问题导致你过敏送医院，产品责任险里面是没有办法理赔的。业者也秀出产品后面的标示，本产品含有芒果，不适合过敏体质者食用，一行黑色的字标示非常清楚，再做个标签贴纸在旁边贴说它是青芒果干，或者是可能就是客人在买之前我可能会先稍微再问一下这样。虽然事情已经解决，但第一次遇到这种客人还是让业者超傻眼。产品有明确标示，但建议还是多问清楚，多一份保障跟安心，也不会造成事后的消费纠纷。记者赖冠、张李晨燕台南报道。